大家欢迎回到我们六月份第一堂的 HIT， 我们万活线上健身房要带大家一起迎接一个很健康的暑假。所以呢，今天 Vicky 老师刚刚有稍微提醒了一下，如果你家里有瑜伽垫，或者是毛毯，或者是你有在地毯上的话，今天还是把这些都准备起来，因为我们第四组运动的时候还是会在地上，然后就是不想要骨头碰骨头或者是不舒服的话，我们就给自己一点这些软垫支撑一下。所以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准备起来。那如果都准备差不多的话，已经十点了，那我们就准时开始上课。那Vicky老师就麻烦你喽。好，谢谢 Stephanie， 谢谢。然后要再次感谢同学们，要每个礼拜我们都回来参加我们的 Loading Time 的 Head Workout。那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一样，我们先从我们的暖身开始。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一样，我们先把双手打开，然后稍微环抱一下自己。那一样，我们把双手打开的时候呢，感觉要 squeeze the shoulder blade。然后环抱一下自己，很好。接下来一样，双手打开 across the chest。那一样，双手打开 across the chest。接下来双手打开 across the chest。那再最后一次。那我们接下来双手打开，我们 arm overhead。然后再双手打开，半边 arm overhead。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从单边单手，我们先从右手往后旋转，慢慢的旋转，慢慢的往后带。好，接下来我们换左手一样，我们先往后带，今天转大圈，慢慢的转大圈。好，接下来我们转过来右手，我们往前带。一样，我们转大圈，慢慢的旋转。好，我们现在换左边，一样，我们往前带。很好，接下来我们双手打开呈现九十度，我们先从关打开，一样 squeeze 的 shoulder blade， 然后往上 press， 再回来，我们再关起来，来打开 squeeze 的 shoulder blade。再往上 press， 回来，来打开 squeeze， 往上 press， 回来，我们关起来，再最后一次，我们打开一样 squeeze 的 shoulder blade， 往上 press， 回来，再关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往前踢、往后踢的动作。我们先从右脚往前踢，左脚往前踢，右脚往后踢，左脚往后踢，所以右前、左前踢，右后、左后、右前。左前，右后，左后，右前，左前，右后，左后，最后一次右前，左前，右后，左后。很好，接下来我们要做 lateral lunge。传统 lateral lunge 之前有讲过，我们先从右脚跨出去之后呢，屁股往后推。那当你右脚 bend 的时候呢，记得你的膝盖尽量不要超过你的头。那我们回到中心点之后，我们再换左脚跨出去，一样屁股往后推哦 ，chest 还是保持 up， 然后视线尽量看前面，不是看地上哦。右边、左边、来右边、左边，很好，最后一次右边，我们屁股往后推，回到中心点，来左脚往左脚跨出去，屁股往后推，回来再一次右边。很好，回来在左边。很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 lunge overhead。那 lunge 同学把右脚往前跨出去，手往上带，带左脚，手往上带 overhead， 右脚 lunge， 回来，左脚 lunge overhead， 右脚，很好，回来，左脚，很好，来，最后一次右脚。我们重心点来左脚，很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做lunge动作，但是我们先来 open chest， 右脚，左脚 open chest， 来右脚跨出去 open chest，
回来，左脚，右脚，好，左脚，好，最后一次，右脚 ，open chest， 左脚 ，open chest，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做深蹲的动作。那深蹲动作一样，我们稍微把我们脚打开，大概与肩膀同宽，开始先做深蹲，之后我们做 heel raise。蹲 ，heel raise， 蹲 ，heel raise。那如果想要加强强弱同学呢，可以有轻跳的动作，轻跳的动作。那如果不想要跳的同学，你只要做 heel raise 就可以。OK， 训练一下我们小腿的肌肉，当我们做 heel raise。很好。Good, 最后两下 ，squat, heel raise， 最后一下 ，squat and heel raise。接下来要做深蹲 ，squat 加上我们的 hip rotation， 右边 ，squat， 左边 ，heel rotation， 蹲，右边，蹲，左边 ，good， 蹲，右边，蹲，左边，最后两下来蹲。右边，很好，蹲。左边，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快我们的心跳了。那老师要同学们把双手往上举，我们先从 hands up shuffle 开始。那你的脚就是前后前后做 shuffle 的动作。那如果不想要心跳的同学，你只要往前点，往前点，往前点，换脚往前点就可以了。开始，我们现在想要加快我们的心跳。很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动作要做 A Y 哈，让我们的右边的 elbow 碰我们的左边的 knee， 一样有轻跳的动作。那如果不想要轻跳做的同学呢，一样你只要把右脚左脚抬起来，我们做 cross over 就可以了。那可以跳的同学呢，跟老师一起轻跳。好，很好。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 jumping jack， 那同学们应该都很熟悉哦。一样，我们开合跳。那不想要跳的同学呢，只要右脚、左脚点出去，一样手往上带。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组就是 touch down， 那一样有蹲的动作，双脚跳开，手点地。那不想要跳的同学，一样右脚跨出去，手点地，左脚跨出去，手点地。很好 ，good， 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两下 touch down， one and two。很好，那我们完成我们简单的暖身哦。那同学们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水分。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四组间歇式运动。那有两组哑铃的同学呢，也可以把两组哑铃准备起来哦。那如果没有的话，一组也没有关系。那今天基本上第一组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完全 focus 在上半身。那第二组的话，我们会有上半身跟下半身的 combination。那第三组的话，就基本上比较 focus 在下半身。那第四组的话，就是我们的核心运动。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呢，以前老师应该教过同学们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叫做 bicep curl up， 再加 Arnold press。那我们在做 Arnold press 的时候，我们先做 curl up，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样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哦。那一样，我们要弄我们的 bicep 发力。用你的 bicep curl up 起来之后呢，马上打开旋转往上做 Arnold press， 对 bicep curl 旋转打开马上往上 press 来做我们的 Arnold press， 所以一样我们做十个 rep。 那我们的 cardio 部分呢 press jack 做十二个 rep。 好，所以就是我们第一组的部分。
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可以先补充一下水分，那把我们比较轻的哑铃先拿出来。那我们开始准备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间歇式运动的 round one。那我们的 round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 curl up 之后打开 Arnold press， 来二，打开 press， 慢慢的下来，三。Arnold press， 四 curl up， 打开 press， 慢慢下来，很好，五，打开 press， 六 curl up， 打开之后 press， 慢慢的下来，很好，来七，我们 curl up 之后打开 press， 慢慢的下来，来八一样 curl up， 打开之后 press。很好，慢慢的下来，来九，打开 press， 很好，慢慢下来，最后一下，我们 curl up， 打开之后 press， 过来，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 circle rep press jack，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那同学们一样可以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哦，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我们 second round 老师再重复提醒一下，记得我们做 bicep curl 的话，健身是要弄的 bicep 发力哦。那我们先手尖要放在身体两侧，慢慢的举起来，打开之后 press 回来，当我们回来下来的时候，一样放在身体两侧，然后我们慢慢的下来，一样让你的 bicep 发力。好，那我们 round two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one， curl up， 打开之后 press， 回来 ，two， three， four， 打开 press， 关起来再回来 ，five。重量，哎，觉得好像还蛮轻松，很容易上手的话，老师会建议呢，可以试着拿比较重的哑铃来试试看哦。那我们慢慢刺激我们的肌肉，让它更强壮。好，那我们的第三个 rep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one， 我们一样 curl up， 打开之后 press， 慢慢下来，回来 ，two。
很好，我完成了我今天的一组的这件试运动。那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一下，那一样补充一下水分，那休息一下，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话，会有上半身跟下半身的 combination 哦。那我们会先从我们的 squat walk， 基本上就是螃蟹走路开始哦。那一样，我们是要做10个 rep， 可是我们右边走两下，左边走两下之后，你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下，之后再右边走两下，左边走两下哦。基本上就是会有五组，那我们每 squat walk 两下的时候呢，停住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做 punch 的动作。那我们一样，先从前面 punch， cross over 之后，再45度角往上，cross the punch。那接下来再回来走两步，一样往前 cross。45度要往上 cross， 之后我们站起来休息一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蹲，继续我们的右边两下，左边两下。那老师基本上呢是希望说，如果同学们可以都不要站起来，不用休息的话，这样子的腿的话会更酸哦。那如果有些同学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话，老师就会建议我们先右边走两下，左边走两下，之后站起来休息之后。接下来在右边两下，左边两下，右边两下，左边两下。所以同学们有一点时间可以稍微站起来休息一下下哦。那老师再重复提醒一下，当我们在做 cross punch 的时候呢，记得我们肚子是 engage 的，尽量不要晃动太大，老师不要看到身体晃来晃去，尽量保持核心的稳定，只有你的手出拳往前 cross 之后往上 cross。所以总共要出4个 punches。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cardio 的部分呢，就是 A U I 好。那刚才我们在 warm up 是有做过哦，基本上感觉做 cross over high knee 加上 hop 的动作。那如果不想要 hop 同学呢，一样，你只要把左脚右脚逆抬高，那我们的 elbow 做 cross over 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想要加强强度的同学呢，一样可以有轻跳的动作。那同学们可以选择拿哑铃或者不拿哑铃哦，完全依照同学们自己的强度来做调整。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间歇式运动，我们的 round one， ready， 5 4 3 2 1，我们开始，我们先往下蹲，开始往右边走两步，保持蹲。接下来我们就是 cross， 接下来45度角往上，保持蹲的在做，往左边走两下，一样往前 cross， 45度角往上，之后我们站起来休息一下，这是 two。 好，接下来3，准备要蹲下来，来往右边走两下， punch， 接下来左边走两下，一样 punch，之后我们站起来休息一下，这样我们就是4个 rep。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5个 rep， 我们准备先从蹲开始，一样往右边走两下，之后 punch， 之后左边走两下，2 punch， 很好，我们站起来，接下来我们完成我们的6个 rep， 那我们还有4个 rep。 那我们接下来先从蹲开始，一样往右边走两下， punch， 左边走两下，1 2，出拳，站起来，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两下，好，一样，我们准备蹲，右边走两下，开始 punch， 很好，左边走两下，2 punch， 很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完成我们10个 rep。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12下的 A Y Hop， 1 5 6，1 2 3 4 5 6，很好，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的 Squat Walk 加 Cross Punches。那一样，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哦，补充一下水分。我们可以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那老师再重复提醒一下哦，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觉得一直蹲着走觉得很辛苦，同学们可以随时站起来休息。那等你 ready 好之后，我们再蹲，再做我们的 squat walk。
再加我们的抗拒动作。好，那我们的 round two，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往下蹲，右边走两下，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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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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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准备。蹲下来，右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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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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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站起来再休息一下。我们完成四个 rep， 还有六个 rep， 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先从蹲开始，开始右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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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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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good， 很好，我们还有四个 rep， 然后准备，一样先往下蹲，开始往右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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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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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们站起来休息一下哦，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两个 rep， 那同学们如果觉得哇脚好酸啊。可以稍微踢一下，我们放松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我们最后两个 rep， 一样先从蹲开始，右边走两下，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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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下我们左边走两下，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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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们站起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十二下的 A line hop，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二个 round， 那同学们一样可以稍作休息哦，补充一下水分。那我知道可能有些同学还不太习惯，做 squat walk， 就是我们的螃蟹走路。那同学们可以尽量以自己的程度来做调整哦。如果这个时间觉得好酸好累，都可以先站起来休息一下哦。那主要我们在蹲的时候呢，记得我们的 knee。还是不要太超过你的痛，一样感觉往后坐的感觉。那我们保持蹲来做我们的 squat walk， OK， 那一样核心保持稳定啊、哦，那要 engage 我们的 core。好，那么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先从蹲开始，右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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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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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站起来休息一下。好，开始准备我们的三跟四，来，我们往下蹲，右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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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走两下，一，二，出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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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站起来休息一下。那我们完成了四个 rep， 那一样还有六个 rep， 那我们一样准备，先从下蹲开始。右边走两下，一、二，出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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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punch， punch。很好，我们要站起来休息一下哦。那接下来就是还有四个 rep。好，那我们准备，一样先从蹲的动作开始。右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punch， punch， punch。左边走两下。Punch, punch, punch, punch， 很好，我们站起来休息一下。那剩最后两个 rep， 那同学们如果觉得在出拳的时候拿哑铃还是太重的话，我可以选择不要拿哑铃哦。那老师只是希望说，我们想要着重练下半身，所以老师还是希望，同学们在做蹲的动作的时候做的标准一点。好，那我们最后两个 rep， 我们先从蹲开始，开始右边走两下，来 cross punch punch。Punch, punch， 我们最后一下左边走两下 ，Good。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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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的 A line hop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第三个 round， 那一样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
准备我们今天第二组的最后一个 round。那同学们，老师刚好讲过，如果在做判决动作的时候觉得哪哑铃太重的话，同学们可以选择徒手。那做当同学们选择徒手的时候呢，记得一样，肚子用力 engage 你的 core。那我们做下蹲的时候，一样做 cross， 做 cross 的判决动作。好，那我们 round four，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从下蹲开始，往右走两下，一、二 ，punch，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站起来休息一下 ，good。我准备做我们的三跟四，好，一样下蹲，右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good， 很好，站起来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开始做五跟六，接下来仰下蹲，往右走两下，一，二 ，punch， 左边走两下，一，二，一样出拳，很好，站起来休息一下。那我们要还有四个 rep， 那准备我们的 rep 七跟八，一样，我们先从蹲开始往右走两下，一、二 ，punch， 左边走两下，一、二 ，punch， 很好，站起来休息一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两个 rep， 那同学们 ，stay with me。OK， 好，那我们开始我们最后两个 rep， 一样，先从蹲开始往右走两下 ，punch， 左边走两下，二 ，punch， good， 我们完成我们十个 rep，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组的 A 来好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二组间歇式运动。那同学们一样可以稍作休息哦，那补充一下水分。啊，那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跟老师一样，都流了很多汗哦？那老师一样，每次只要做有关 cardio 的，或是有下半身运动，老师很容易就流汗。那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第三。那第三组的话，我们今天会 focus 在我们的下半身了。那如果有比较重哑铃的同学呢，也可以把我们比较重的哑铃拿起来准备哦。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哦。那基本上，因为老师今天在做我今天第三组 lunge hug 的时候呢，可能同学们之前可能没有做过。那老师会有 modification 给同学。那老师今天基本上想要同学们做的是叫做 lunge hug。那基本上我们拿着哑铃，我们放在身体的两侧哦，往下垂直就可以了。那做lunge的话，我们今天warm up 的时候都做过，同学们应该都很了解。我们做lunge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右脚跨出去，做我们的 lunge。那我们今天要做 lunge hop 是，同学们试着重力在我们的后脚往上 hop 十下。那如果没有办法 hop 的同学呢？基本上同学们就只要保持 lunge 的姿势，我们做 lunge pauses 做十下。那基本上呢，老师会希望同学们先右脚做十下，那我们第二组左脚做十下，第三组我们的再换成右脚做十下，第四组再换成左脚做十下。好，那主要今天老师想给同学们一点点 challenge， 试试看你做 lunge。感觉有稍微轻跳，这时候呢，同学们的肚子哦，应该也是会用力哦，需要 engage 一下哦，所以让自己尽量不要放得太大，往上，我们来 hop 十下。那如果不想 hop 同学呢，一样只要做 pause 十下就可以了。然后之后我们第二个 round 再换左边。那我们的 cardio 部分呢，就是 touchdown 一样做十二下。是我们的 cardio 部分。
好，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样，我们先把我们右脚往前跨出去。那我们一样做 hop 十下。那我们的 round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我们先把右脚跨出去，准备好了，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Good， 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touchdown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第一个 round。那我们要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要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我们 second round 就是把我们的左脚往前跨，一定要呈现乱拳的姿势。那我们来做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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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作。那老师刚刚讲过，如果没有办法做 hop 的同学呢，你要做 lunge pause 就好。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我们做到十。那同学们可以稍微尝试一下下。那看同学们比较喜欢加 hop 或是不加 hop。好，那我们的 round two。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把左脚跨出去，准备好我们的 lunge 姿势，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回来，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十二下 touchdown。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同学们要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喽。那接下来第三跟第四个 round 的话，老师会选择用示范 static lunge pause 就好了，所以我们不加 hop。那同学们一样可以选择你要 hop。或者是选择 lunch pause 十下。好，那我们的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先把右脚跨出去。那老师第三组就不做 hop 的动作。那我们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来，接下来我们就是做我们的 touchdown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Good， 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三个 round。那一样，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补充一下水分哦。那准备我们的最后一个 round， 那我们就是要从我们的左脚跨出去来做我们的 lunge pause。好，那我们的 round four， ready， 五、四、三、二、一，我们先把我们左脚跨出去，准备好做 lunge 的姿势。那记得我们在做 lunge 的时候呢，你的前面的脚尽量呈现90度。好，那我们准备 round four， 我们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good， 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 touchdown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 ，Good， 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三组间歇式运动、那同学们一样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水分啊。那我们先把我们哑铃放在旁边哦。那等一下可能会需要一个哑铃，同学们先准备一个哑铃就可以了。那我们要放在
我们的瑜伽垫的旁边。那有瑜伽垫的同学们，请把瑜伽垫带出来。那有比较厚的毛巾或者是在地毯上面坐的话，比较不会让你的 lower back 或甚至是你的 knee 会有受伤的情况。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做的三组间歇式运动，我们会有躺在地上，那还有那种肚子发力，所以我们最后一组会做 Superman Hold， 所以到时候会需要你的肚子部分呢会碰到地上哦。所以如果怕你的骨盆这地方哦会不舒服的同学，记得你要有瑜伽垫或者是比较厚的毛巾都垫在下面哦，才比较不会受伤。好，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第四组的核心运动。那一样，核心运动有三组运动，那基本上第一跟第二组的运动呢，我们要先做三个 round， 那先从十个 round， 最后一组的话我们就做12个 round， 所以 10, 12。 那我们第三组的话我们会做到Superman Hold， 那 Hold 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从15秒、20秒来 Hold 完成我们今天的四组的这些运动。好，那同学们瑜伽垫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准备哦。那老师一样，就是因为老师黑色裤子，瑜伽垫是黑色，怕同学们看不清楚。那老师基本上就在比较软的地毯上面做。好，那接下来同学们可以慢慢的坐下来。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样可以慢慢的躺在地上。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核心运动呢，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样我们是做 alternating the leg extension。那如果想要 challenge 的同学呢，同学们一样可以拿哑铃，双手后住哑铃的两侧，一样从 chest 往上 press， 后在 chest up 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从对我们的脚呈现90度开始，那我们先从单脚右脚 extend， 然后之后再回来，来左脚 extend， 然后再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组 alternating leg extension 加 weight up。 那同学们如果想要增加点强度的话，重量可以拿重一点。那一样我们先从站90度开始，我们先从右脚 extend 回来之后左脚 extend， 那10个 rep， 然后最后一个 rep 的话就是12个 rep。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核心运动同学们准备好了吗？那一样我们拿着哑铃往 chest 往上面摆着，那我们脚呈现90度，那我们 round one 10个 rep， 我们准备 ready 5 4 3 2 1，开始，先从右脚 extend， 那我们碰地回来，来 two 左脚回来 three 右脚回来 four 左脚回来 ，five 右脚回来 ，six 左脚一样 step， 我们不碰地回来 ，seven 右脚回来 ，eight 左脚回来，最后两下 nine， 我们右脚 step 出去不碰地 ，good， 好回来，来 ten 左脚回来。各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同学们一样可以稍作休息哦。好，那如果有的同学们觉得其实 alternating 的话，同学们都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想要更 challenge 自己的同学们，可以把双脚 extend 之后再回来，我们就不做 alternating， 要我们一样。手往上举哦，那想要增加强度的同学呢，可以双脚 extend， 一样不碰地，再回来。同学们如果想要增加强度的同学呢，可以稍微试试看，我们就呈现双脚 extend， 之后再回来呈现90度。好，那我们让我们的 second round ready， 5 4 3 2 1，开始，我们一样右脚 extend。回来，二左脚 extend， 回来 ，three 右脚 ，four 回来 ，five，six，seven 右脚
8 左脚。9回来，来 10 左脚 step， 一样我们不碰地，很好，我回来。那我完成我们的第二个 round， 一样休息10到15秒时间哦，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那我们第三个 round 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再多加两个 round， 基本上我们就做12个 round。那老师刚刚讲过，同学们想要增加强度的话，可以把双脚与 step 之后再回来，同学们试试看哦。好，那老师第三个 round 的话，就会是放两脚给同学们看哦，如果同学们想要试试看的话。好，那我们 round 3， 12个 round， ready， 5 4 3 2 1，开始 ，one， 回来，来 two， 来 three。回来 ，four， 回来 ，five， step， 回来 ，six， step， 回来 ，seven， step， 回来 ，八， 回来 ，九。回来，10 ，extend， 回来，最后两下，11 ，extend， 回来，最后一下，12 ，extend， hold 住 ，good， 慢慢回来，很好，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核心运动哦。那接下来呢，老师要讲解我们第二组的核心运动啦。那我们一样还是拿着哑铃哦。那这个是我们同学们，我们之前也有稍微做过的。那一样，我们可以把我们双脚，我们先从先 bend 我们的 knee。那一样，我们要做way up 的 crunches。那老师刚刚讲过，我们 crunches， 我们在做 crunches 的时候呢，尽量视线是看天花板，我们要感觉用我们的上腹来做卷曲的动作。那因为以前很多人做 crunches 的时候是都把双手放在头的两侧，那当你起来做矿泉的时候，同学们很容易把双手靠在耳朵两侧哦，然后感觉上你只是把你的头往前做矿泉动作。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弄你上腹的力量做卷曲的动作，我们视线都是看上面，那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拿个哑铃一样放在我们的 chest 上面，那你就要感觉我们的哑铃是往上垂直往上来做矿，而不是斜的，感觉好像你要把你的哑铃碰到你的膝盖是错的哦。基本上你的哑铃是要往上，往天花板上面举，视线也是往上来做我们的 way up function。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核心哦。那一样我们会做10个 rep， 然后12个 rep。好，那我们今天第二组的核心运动。Round one, ready. 4 3 2 1，开始，一样。1 2 3，视线看上面。4 5 6 7 8 9 10。那么完成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那一样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老师再稍微重复一下，当我们做矿泉的时候呢，我们视线是看前面，我们的哑铃是垂直往上，那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后背部基本上会 off the floor 来做矿泉的动作。那有的同学如果想要再增加一点强度的话，同学们可以把你的 knee 变成90度来做我们的Conscious 也可以。如果同学们想要多一点的 challenge 的话，就基本上你会感觉到你的上腹部跟下腹部，因为当你把脚呈现90度的时候，你下腹部也会用力。那所以当你在做 weight up conscious 的时候，变成你的上下的腹部都有在用力。所以这是同学们如果想要 challenge 的同学们可以试试看哦，把双脚呈现90度变90度来做我们的 conscious。但如果觉得这样子太辛苦的话，没有没关系，同学们一样可以把脚靠在地上，一样做矿泉动作就可以了。好，那我们 round two，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做一下 ，ten. Good. 好，那么两个放下来，要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那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那我们第三个 round 基本上就是要做12个 round。那同学们想要 challenge 的同学们，等一下可以跟老师一起哦。老师会把我老师的脚呈现，更久是特别跟同学们一起做。好，那我们的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后两下 1 and 2. Good. 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第二组的核心运动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组的核心运动。那同学们可以先把哑铃放在旁边哦。那老师可能需要同学们翻过来，到时候呢，你的肚子是会靠在地上来做我们的 Superman 的动作啊。那一样哦，我们感觉像我们身体趴在地上。那老师之前有讲过 Superman 的话，基本上呢，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前面的双手呢往前举，往上带，感觉你的 chest up。然后接下来你要 squeeze 你的 glutes， 把我们的两个后脚抬起来，来做后的动作。那如果同学们觉得前面 chest you up， 然后后面你又把双脚抬起来太辛苦的话，那老师会选择同学们可以把我们的头感觉靠在你的手上，但是老师要你很努力的 squeeze 你的 glutes， squeeze 你的屁股， squeeze 你的大腿，把你的两只后脚往上举起来，大概40度。那我们来做后15秒、20秒的动作，来做我们最后一组核心。那如果同学们可以把双手举起来，双脚举起来的话，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跟老师一起做，跟老师一起做 press 的动作哦，感觉很像游泳，手往前往上 press 之后，再回到身体两侧，再往上 press。来 hold 住我们的15秒、20秒。那这就是想要增加强度的同学可以这样做哦。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样老师刚才说过，感觉你只要把你的头靠在地上，但是老师要你 squeeze 你的 glutes， 你的大腿，把你的两个后脚抬起来，呈现45度角。那我们来 hold 15秒的动作。好，那我们的 round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up hold， 让我们先 hold 15秒。来，五、四、三、二、一， down。我们把我们双手、双脚都放下来，那一样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那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 那一样 second round 一样 hold 15个 second。那要老师要如果可以把双手抬起来，同学记得你的前胸是往上，那感觉是你的前胸哦。那基本上你肚子都要用力，屁股夹紧，屁股用力，大腿用力。好，那我们 second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up hold。那一样哦，如果同学们双手可以举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感觉像游泳，可以基本上你往上画、往下画，或甚至做 press 的动作都可以。那一样哦，肚子用力，核心用力，屁股用力。来，五、四、三、二、一，这样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准备我们最后一个 round， 我们要 hold 20秒。那同学们准备好了没？记得我们要尽量保持核心的稳定。核心用力，屁股夹紧，大腿用力，双脚抬起来，双手也可以慢慢的 lift。好，那我们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up hold 20秒。来，那我们的双手呢？如果把双手举起来，同学呢，
可以感觉像游泳一样，我们可以画半弧，或者是你可以做往上 press， 再回来往上 press， 再变到我们身体两侧往上 press。那如果不想要滑来滑去的同学呢，一样，手只要往上扔就好。好，五、四、三、二、一，两。对，那就是完成我们今天的四组间歇式运动，那希望同学们还喜欢哦。那现在我们就准备我们最后的 cool down， 那同学们可以慢慢起身站起来做我们最后的 cool down。 好，那我们开始，要我们先把双手打开之后呢，我们带到胸前，稍微做我们最后的伸展。 good， 好，接下来换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做 overhead 的动作，稍微 stretch 一下我们侧边。好，接下来我们换边。好，那接下来老师要同学们左手抓住你右边的 wrist， 之后把它带到左边的腰间放着。那接下来老师要同学们慢慢的把我们头慢慢的拧到我们的左边。很好，慢慢的回到中心点，头要慢慢的抬起来。接下来我们换边哦，那一样弄右手抓住我们左边的 wrist， 把它带到我们右边的腰间。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慢慢把我们头往右边拧。那现在应该会感觉到你的左边的脖子跟肩膀有做伸展的感觉，更很好。我们慢慢回到中心点之后，我们头慢慢的抬起来，那我们双手 release。那接下来我们要做 interlace reverse 我们 finger 往前带之后，我们开始慢慢 hinge 我们的 hip， 慢慢的往地下带，然后我们开始 hinge 我们的 hip， 慢慢往地下带。那要如果 hamstring 比较紧的同学呢，可以 slightly bend your knee 哦。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深呼吸，吐气，慢慢的往天花板上面带，感觉像我们在伸懒腰哦，尽量往上伸展。很好，要我们要深呼吸，吐气，我们慢慢往右移。很好，慢慢回到中间，那一样深呼吸，吐气，往左边。好，深呼吸，吐气，再回到中间。好，那接下来一样，我们呈现 Y step。Y step 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往下蹲。那一样，我们先从 Rock side to side 开始，然后让你感觉到你的inner thigh 有稍微 stretch 的感觉。好，那停住之后，我们开始，我们慢慢的往右边 twist。好，接下来我们慢慢回到中心点。那接下来我们慢慢的深呼吸，吐气，往左边退。好，接下来我们慢慢带回到中间，我们慢慢的站起来。那一样还是 remain 我们的 Y step。那接下来我们慢慢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腰部慢慢的往你的右边旋转之后呢，开始变成我们的 hip， 让我们双脚碰你的，把我们的右双手碰你的右脚。好，那接下来慢慢的往左边移动，那一样我们双手碰你的左脚。很好，接下来我们慢慢的再回到中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我们最后的收尾动作，我们开始慢慢把我们双脚慢慢的合拢。好，把双脚慢慢合拢。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我们脊椎要一节一节的慢慢的起来，慢慢的起身，让我们脊椎一节一节的起来。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三次深呼吸。那我们第一次深呼吸，从鼻子呼吸，来从嘴巴吐气，气。很好，第二次深呼吸，从鼻子深呼吸，嘴巴吐气。很好，最后一次大大深呼吸，深呼吸到最底，我们hold住2到3秒。
好，接下来把我们所有的气都吐出来，吐气，从嘴巴吐气，把所有气都吐出来。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间歇式运动哦。那希望同学们还喜欢那样难度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难度太难或是太简单的话，一样哦，可以跟老师Stephanie Amanda 或者是我做任何的反应哦，那让老师可以稍微做调整。谢谢老师，谢谢。可以吗？哎，刚刚同学们说听到声音，现在听得到吗？都课结束了。好像我们开了，Great workout, really enjoyed it.Thank you so much. So, 你们的声音，老师的声音，你们听得到吗？还是听得到啊，听得到、啊。都可以哈，都 OK， 都从头到尾都没问题的。OK， 很好，谢谢， okay. 谢谢同学们。那同学们在做有任何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核心方面的话哦，同学们老师刚才之前有讲过，就是慢慢来哦。那同学有时间。觉得很简单，就在家你今天可能躺着看电视的时候呢，也可以躺在瑜伽垫上面边做边追剧，边做边追剧哦。所以有动就有有动就会有 improvement， 所以就是同学们可以试试看。那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同学们跟老师做反应，那老师可以稍微再做修改。好不好？那个夹屁股好难哦。夹屁股，对，没关系，夹屁股要慢慢的练习哦。Yeah. 那老师也是夹屁股夹了很久了。对，年轻大概还可以，年纪大了算是有点 challenging。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慢慢做。那当然老师还是希望说同学们不要太过心急哦。那也不要受伤哦。那老师是希望说姿势一定要做对。那老师刚才在说。尤其做深蹲的时候，在做乱卷的时候，像我们往前，我是希望同学们记得，我们前面的脚尽量保持90度，那一样你的屁感觉都在用力，在做我们的 lunge， 然后之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不管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核心也是很重要的哦。其实核心同学们应该都尽量用力，所以有时候在做，其实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做每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核心基本上都会用到，所以所以有些人也不会特别着重在核心的部分啦，那只是老师希望说，哎，其实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核心也是还蛮重要，所以老师特别留了一组来做我们的核心运动。那希望同学们还喜欢这样的安排哦。那如果可以吗？就是如果有，就是最后一组来做。我用英国妹生完小孩子之后完全没有核心的。不，慢慢的标化起来。对对对，老师也是一开始核心也是很弱。对，那老师是之前有稍微自己有开始做瑜伽，然后之后再开始练这个是重训跟那个间歇式运动开始，老师自己的核心才比较好。对，所以就是同学们真的慢慢来哦，不要心急哦。好， okay. 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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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